对，因为现在应该还没有看到。刚刚他说用双狼哦，对啊，没白带你啊，也没有打比较漂亮啊。那我要先解放我的狼，狼还没解放，就只能用我的队伍啊。我的狼还没，哎，那你开房啊？标准开房房。哎，进房竟然可以组队吧？可以啊。我先打。你狼截好了吗？截好了。有了有了，频道有了。好，我的狼也截好了。你的狼也截好了吗？我只有截了暗的那一只，没有截光的。有了，好。所以你们要什么那个？接好了，有了有了，频道有了。好，那我用你的狼也接好了。你们要哪些成员？接好了吗？我接了点暗的那一只，随便啦，都可以啊，看你啊，你自由发挥。自由发挥啊。对。喜来马。这样子，然后。目光你们要什么？啊？目光两鼠你们要什么？随便啊。他也要放五鼠吗？没有啊，看什么、啊？好了，进来了。啊？你放 BB， 你有事吗？没有，那是练技的吧？原本是黑帝斯在对面，黑帝斯在练技啊。来哦来哦，这样嘞，都好都好，你不放一只那个吗？哪个？主角吗？主角哦，好哦。你不放主角，我真的会死人。今天路人又来了，路人抢超快。哎，这个主角、哦，哎、欸，有一个小 Simon 出现了 ，Simon 叶，小 Simon， 你好，安安，这样子，我看，这样子、欸，好 ，OK， 就这样吧。哎、欸、呀，没有画面哎、欸、，Why？ 有啦，有画面啦。你直播开了吗？可以，我知道，可以有。欸不过现在好像抓不到那个聊天室哦，怎么刚刚抓得到，现在抓不到？对吧？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 check 一下。哦，因为他不是抓那个。路人有点猛。稍等我一下，我设定一下聊天室的部分。路人打起乱码是什么？哎、欸，我要先去尿尿。哎、欸，你回来了，都理不了。对啊，我可以先去尿尿吗？可以啊。正常应该要有。好，那我们就先开始乱喝，还怎么样？还是你们要？哎，真的就有了啊！靠腰，真的设定这个真的很麻烦哦。
各种麻烦耶、欸、真的这个又跑不出来啊，气死我，不要这样，我是第一次直播啊，问题自然会比较多啊。没关系，加油，谢谢谢谢大大跟他们聊天，好啊，你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干一开干姐的，有了，出现了，出来，双狼队，没错，就是双狼队哦。一秒转出。Ready。啊 ，Ready 哦。哎，你转了一个人。路人 ，Ready 啦。18倍的队伍啊。哎呀，这个转珠抖抖的，十八倍，这对我真的没有用过哎、欸。对呀、啊，我也没有用过。兜里你的大头啊！至少我没有看我、欸。什么？至少我刚刚在看你的视讯啊。等一下哦。不同关卡时间会不同吗？应该一样吧。有了李良喵转珠，好像时间还是一样短的。兜里有没有画面？有吧，开啦！兜里有了，兜里有了。哦，有了，有了，有了，三个月，四人同台啊！挤挤的，好挤哦！小雪被切一半这样子。有啊，右下角还有我。对，所以只要用右上跟上面跟下面就可以把小卷组在一起。对。那我要这样吗？嗯。对，你要被切割了，你要一半这样子。好，开始吧！十大案准备喽、欸！路人，请按准备。路人，你这场卡完、欸、有没有准备、哦、如果没有赢的话，换别人玩哦哈。你自己没有按了 ，Simon， 他按了。哦、OK， 好了。哦，好、啊，那我吃零食看你们那个。好，好，太爽了吧！出发了哦！今天买了品客新口味，感谢大麦克。对哦，你这是广告吧？可以加十大好友，可以啊，来加好友啊。给我 ID， 我待会再加。双狼怎么转啊？双狼就想办法转。需要全技能吗？应该。好可怕哦！哎，好像没有很痛啊。很痛啊！太准，时间太短了，好可怕、喔！哎、欸，路人跑到第一名了，什么？路人真的叫路人呢、欸？我现在才看到。对啊，太屌的！哎、欸，恐怖不会虎吗？哎、欸，这样会被你不反死呢、欸？咖啡哦、今天的联赛、啊、好笑了，惨惨的，我们正在联赛啊，咖啡去死一步，我跟老哦，好硬哦，你不好见哦，这欺负人家时间短好了 key 哦，第四关是什么？好、哦，不是技能，没关系啊，反正没技能。啊哟，这么猛！哎呦，看来我们这回合的平均 combo 只有三，只有三吗？不是差不多三啊的样子。差不多，差不多。
哦，我可能只有二哦。是二吗？哎，不是房间。另外，对了，另外一个天降了。不行，快死啦！哦，完蛋了。这队很刺激耶。没进都。好吧，认真一点。哇，你认真一点就悟空了，厉害厉害。但是还是死啊！啊死啊！超第二次，第二次。为什么我总觉得我打他不痛？他不是魔族盾吗？史莱姆为什么一直死？就太难了，他没办法回血，冲出去了。我准备看水电了，好吧，我认真了，我要追上你哦。不是防御力啊，好，开木组。开木组转六康，就是强啊！我刚真的开了主角吗？被你们怎么啦？跑那么快，突然间。哎、欸，现在小卷是最后、哦，那个差距好像都小小的，小小的。对啊，因为大家被转搞笑啊，真的，路人好猛啊、哦！路人可能就苦练这个苦练双狼吗？双狼，我就等我们开双狼，我只会一 combo 双狼地。哦，好痛哦！好吧，好了好了，最后一回合了。什么？你怎么又最后一回合了？你们太慢了、啊。好、哦。哎呦，我真的不会玩双狼、欸。我是完全不会玩，第一期玩啊。我错起来。耶！哎，死啊！我看见两根死啦啦。结束了，爽！哎呀，太有趣了，双龙太刺激了，转超快的。好，看一下 Simon 怎么打。Simon 就这样打，就无耻开机就好了。不开机的，第七关破开。第七关一开机，他血很厚。妈呀，还好！哦，还是荡荡。哎，路人赢还是怎样？哎，应该还好吧，因为我现在这边看到的画面是不会的哦。我没有看到发卡的、啊，我这边也看到。我这边看到的画面是不会的哦。转珠会稍微小卡、啊，转珠的部分会稍微小卡这样。好、啊，恭喜路人没有获胜。哦，惨惨的。还要用双狼吗？不要吧。为什么要用双狼？好可怕哦。对啊。有啊，蛮有趣啊，屌啦。很有趣啊。这两次有尴尬这种速度在。好啦，换一个新人路人，我们先让别人玩哦。踢他。可以踢吗？路人再见。小卷他好了，他可以，他会出去。你看，如果怕有回音的话，我把声音改成那个用肚子发音。腹式发音，应该就不会有回音的。这不是你的强项吗？对，这是我的。Hello。这样听得到吗？看起来是可以，只是没人理我。James， 你出去！你刚打过了，换人啊！还给我秒按准备。哎，输给了死了两次的史大。对啊。James， 你还要再玩哦？好了好了，再借你玩一场，等一下换别人哈。
被发现了，赶快改名这样。好了，走吧。Coco 来了，大家跟 Coco 说说话。老婆不要激动，输给死了两次的史大刚好而已。毕竟他是我的神啊，我没有太多这个越举神的这个习惯。告告告！讲话依然是左声道，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哦。我有换了一只多里进来，有点强哦。哦，不错不错，是个，对，是个魔魔魔啊，又是你，咦，真讨厌这只，啊，我死了，靠背，哈哈。我是，我被可恶的吕布，我康博数转太低。对，秒死是哪招？我的嘞！唉，哇哩嘞，哇哩嘞就是万德的台语版，可以这样想，就 WTH 的台语版这样子，对，但可能没有，可能没有那么脏啦，就是它可能就只是一个，对，比较稍微 clean 一点的 WTH。哦，我在干嘛？OK， 啊，可恶！我真的觉得双狼的思考时间真的太短了。对，乱转都行了。有看到了 ，Oh no，OK，、okay. 啊你还开到大炮，你有点无耻。哦，大炮，哎呀，怎么不是两只一次死？哎呦，有点完蛋的感觉。啊，现在变成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了吗？好吧，那我可能又要切回那个了。我要切回用喇叭的部分，应该就都听得到了。对，就有点，哎呦，下来还是没有转到，好吧，那我还是用我的肚子发音好了。对，富于发音法，富士相机，这个不错，这样应该听得到吧？牛，好，恭喜 James 哦，你也已经有我的好友，所以不需要给你哈。对，不然让那个 James 加我刀塔的工会好了。好像跟我同工会。是个重复率很高的孩子这样子。好像没有奖品给他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对，好，那我们最后再，因为我们十大他待会还有事情，我们最后再开放两个名额。
一个啦，一个名额，跟我们十大再打一场。可以，给你机会虐我。再开放最后一个名额。随便啊，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你水狂可以换掉放水煮啊。我水煮技能很长啊 ，CD 很长。那你还有哪一支 CD 短的？木煮。木煮啊。那就放木煮啊，因为我其实都没有用到那一支。哎，可是它是魔煮对不对？那你就把对对对，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对啊。两魔两兽两人啊。对对对对对。是个人兽交对哦，最近人兽交这个词很红啊。我们的吕立伟不是啊？对，立伟讲了一句话啊，因为 Simon 很喜欢结合时事这样的、啊，可以人兽交，可以什么时候交，可以你那妈香蕉了，可以什么交？来 ，Ready， I am ready。龙队骑士重放，出发了。路人，你刚刚没有赢，你还想加？得罪方向还闪走，够了，好，开始了。哦，车飞扬很好玩呢，我以前有疯过一阵子。哎，我在干嘛？一康都没有，太好了。这次不会再输了，是吗？哎，你们家 GP 很争气哦，直接先跑到第一名哦。不错不错，我没有发现他的 GP 也忘了看，好像是的。对，没关系，我有帮你看这样。嘿嘿，五康哎，不错吧？干掉你何须五康嘛？哎呦，所有腐蚀转为强化腐蚀，这样我怎么好意思？我也是哦，一样哦。哎，不要再天降了，浪费我的时间。天降都是烦。对。你说谁 ？GP 的那个啊。No。 哦。哎呦，怎么跟你们这么僵持啊？好紧张，到底会输还是赢呢？大炮，碎！哎呦。妈的，大炮没有用，这样。什么？为什么没用？因为刚刚技能还没好吗？现在好啦。可恶！我会输吧？停一下，等我一下。哎呦 ，combo 太少。这个 combo 太少，哎 ，combo 还是一样少。等我，不要先回我的。啊！哎呀！太好了！好难看啊！打这么多场，终于赢你一场。太难看了。哎，不过不错啊，你们家 GP 的拿到第一名啊。GP 好样的。好啊，那个谁，血色童话，把你的 ID 打在那个里面，待会我就直接先加你。Simon， 我这回慢了2秒钟哎。你说？两秒钟哎。啊，差那么一点。哦，真的、哦。然后你慢那个血色童话是6秒，差不多。对啊，差不多啊。其实这场是一场这个算是很焦灼的一种对战哦。对啊，非常紧张。对啊，算是都表现得不错啦。对，那我会视情况加这样子哦。对，
哎，导播姐，安安哦，不是导播姐啦，就很爱导播姐那一个，深爱导播姐这个。哎，血色童话跑走嘞，他没有要加我的意思，太好了。对，因为这样我的好友就多一个了。哎、欸，又一个进来了。派对王哦。好了，史大还能再打一场吗？对呀、啊，再打一场吧。好、啊，就最后一场了哦。史大，有人要你的好友。但是他不见得会确认你的加友好邀请。你要跟我讲你是谁啊？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要加谁？好，十大等你啦，等你按确定啦。啊，有人进来了。对，有人进来了，最后一场喽。是魔法师，真不错。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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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史大，你的 ID 不好加啊，你的好友那么满。走吧走吧。哎、欸，怎么又都未准备了？派对王准备吧。派对王是谁呀、啊、？OK， 好了。走啊走啊走。去一个该去的地方，这样，对。OK， 怀着感恩的心跟史大打最后一场。啊，好感伤哦。对。有点难过这样。双狼还 OK 啦，但就是比较麻烦，就是吃手术，还有版你要在瞬间在很短时间之内做版面配置啊，这个是比较困扰的事情。最麻烦是遇到吕布，聊不到他。吕布就真的很烦啊！你看又要死了。对，就是这样。没有转好就是栽了去，哦，气死了！要开始喽，开始有人死了，对，很气，栽了会吗？很气，这边死了，整个速度就会被 delay 很多。哎，延迟敌人的 CD 是有个屁用！哎，所有强化不腐蚀，这个我喜欢。哎呦哎呦哎呦！又偷偷、哎、偷偷又跑到上、哎、跑到前面去了，这样。啊！在那边贼笑，贼嘻嘻啊，真的很可爱。第六关，啊 ，C D E， 先回血。不要那么多天降十四康也都行，十四康都行啊。啊！我在干嘛？哦，双狼真的完全不行。赢了吧？应该。可恶，还没死。哦，下个大炮，抽到。运气这么好，又让你抽到大炮，都跟你玩就好了。
哎呀！帅！又被领先走了。耶！全开！然后那个本来一路领先的，就这样GG了。好了，这样应该就下课，没有意外。嗯，是想要加我的，可以啊，你如果史大方便就加他们啊，虽然说连我都没有你的好友，有吗？我老婆有啊，那为什么那么好？对，我记得，我记得我是没有的这样子，对，不过没关系啦，但是我有你的 LINE， 被超车了，不小心，运气好抓大炮啊，把他打掉 LINE 死成刚开三排就撞到风化组哦。好了，感谢我们史大今天来陪我们玩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史大，你们公司的作品大概多久会跟我们的小粉丝们见面呢？大概是明年的3月份吧。3月份可能很快哦。听说是一款还不错玩的卡牌游戏，是吗？哈哈哈哈哈！我超爱玩卡牌游戏的。要氪金，你们公司才活得下去这样。放心，我们小卷是这个卡片收集控，他没有全卡，他这个游戏他不玩。对，那史大你就慢慢筛，你可能就可以先截个图之类的哦。或是因为我们这边也是会有重播，所以到时候可以看重播。好，谢谢大家，那我先谢喽。好，谢谢史大，拜拜。拜，那你们哦，谢谢，拜拜。拜拜。啊，感谢我们史莱姆先生今天来现场跟我们玩这样子哦。拜拜。对啊，真的有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时间，啊、没错。上次就应该冬季杯那次吧。对，我们有那个台港的选手交流那次。没错，我现在要好了，答应他们要做神魔鉴检，总不能每次讲都好小。OK， 那我们不休息，还是休息完还是这样？其实休不休息都没关系，你们可以跟他聊，可以跟观众聊天啊，因为我现在。因为 Simon 的平板还来不及 JB 哦，所以我没办法直接做资料清除的动作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要重新下载才有办法。那你用手机踢你的账号不得了？啊？踢账号？就自己踢账号？也对哈。对啊，已经删掉了。没关系，我们先今天先做一组健检好了，有一个小朋友。很久了，但是他都是就是没有答应他要帮他做，已经很久了。豆莉今天怎么忙这么晚？对啊，很累哦。所以我要一边吃东西。什么？所以我要一直吃东西。什么？那我也可以拿便当起来吃哦。你有便当吗？我刚才想沙包泡泡。等等哦，我要看一下你们的账密的部分。好，这边我就先不秀出来。对，要重新下载。好，我先不秀我的 AirPlay 这一块。好啦，既然这样，那就兜里唱个歌好了。好哦。突然想吃泡面，表演吃泡面。谢谢啊。我们来看一下，应该还要再更新吧，早晚以后。谢杰颖在吗？谢杰颖，谢杰颖在吗？谢杰颖，谢杰颖小朋友。
边的。泡面。对，林丹的泡面。谢杰莹小朋友，你在家吗？我们家那个汤圆一次大概都是煮一年份的，我说彰化这边煮一年份多少？对，就非常的多，到现在已经从礼拜就这两天大概只吃了大概五分之一吧。哦，就我看有没有办法撑到我们礼拜五，如果有的话就带去给你们吃。你说煮好的还是？当然是煮好的啊。没错，有点猛，有点猛。叫我唱歌，我在咧无闲个唱歌。好，既然有人叫我唱歌，我就唱歌。自己很想唱。说的好吗？那我唱什么歌？我最近没练什么新歌。哎，史大默默的在下面把好友都加完了，这样子，太感谢他了。好啊，要听什么歌我随便啊，打歌名出来，我看得顺眼就唱。看一下，谢杰颖，我要登你的账号哦，你不要乱登哦。好，我把它踢掉。好，但是我要更新这样。带棉被。但是我要。对啊，也很冷啊，我都有带。不爱我，谁不爱你？史莱姆他全部都爱啊，对不对？两只老虎是不是？要唱两只老虎。好奇怪的要求，这样子。儿歌。不是啦，是老婆叫我唱歌。什么有人叫我唱歌？哦。那刚刚那是口误，你相信我。现在我们家都是我们家什么分手快乐，你有事吗？老婆不要这样，我的招牌歌很多，你问跟我去唱过歌，你要讲我招牌歌也讲不出来，各种歌唱。哦，不爱我是歌名哦，不爱我是谁歌啊？啊，我知道唱什么了，我来唱《喜剧之王》，我好喜欢那首歌哦。你要找音乐吗？对啊，我去 YouTube 抓一下，用我的笔电抓。可是今天嗓子不知道 O 不 OK 啊，随便了，精彩。老婆，你乖哦，你讲的东西都怪怪的哦。小苹果，小苹果只有 low 而已，就别闹了吧。那小鸡哔哔的，我老婆点小鸡哔哔。小鸡哔哔，我的没听吼。你唱一集那个游戏有没有？我是要唱警察哔哔，不是小鸡哔哔，不一样。这样听得到音乐吗？你们？我要唱《喜剧之王》，那个是李荣浩的歌，好好听哦。李荣浩的，听不到音乐吗？有点声音。我看着可猕猴桃，字幕自己找一下哦。深夜突然被引爆。为何不是可不是特别爱闹，偏偏坐着叫做心灵感召，流泪你问你情招，超不熟。我天生不爱炫耀，大鸡哔哔，自带多艺术细胞，
我敢的轻拍的拖也许很少，真的强爱的到手的煎熬，等你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得越演越，我伤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头钢成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不愿的他至今都由我代言，不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为师公贡献。谢谢，太不熟了。唱完了吗？我唱一趴就好了，这首歌我真的太不熟了，无法。看一下，听不到。哦，他们是听不到音乐是不是？刚才有点小声。哦，OK。你卡弹个屁。好，看一下我们杰哥哦，这不知道哪个工会，我先调查一下，偷看一下的工会。嗯，哦，新的，我们的社育工会的小朋友，我看一下他有什么需求。哎呦，有人捧场哎，说好听哎，哎，老婆还直接上连结这样子，好。我看一下，他是需要什么呢？七风女都破了。对啊，他的画面是目前是 all clean 的状态，他好像是这个，我看一下哦。火队。哦，因为他现在主要是想要把记忆旅人 extra 全通关啦、啊、全部通关。哎、欸，这蜡烛是什么？这新的、哦。新的。啊。更新对啊，改版之后有那个新的关卡。哦。哦，这就是新的那个十抽卡嘛。是。好的。那他还是想过这边。哎、欸，他真的都暗淡无光了哦。你们等一下就看得到我在讲什么了。对，我们现在延迟。好，然后都没有打碎片，叫我爸过，有事吗？木基友，我们通关有什么要诀吗？木基友的部分。木基友。对，我们看一下关卡资讯。我这条好像没有在神魔快讯，没关系，我用手机看一下好了。他应该已经在图鉴攻略里面了吧？林特斯要塞嘛？对。木基友是不是尾关是二十康顿那一个啊？对，没错，二十康顿以上正常攻击嘛。哦。那这个部分应该就是用我们的。知道了。嗯。希腊队，他的好像也没什么重点哎、欸。有啦，第十六关要一回杀。十七关是七康盾，然后十九关是火转水，都没什么重点。好，我们直接看一下他的队伍好了。对啊，孩子，你也有火希腊啊，还放了一只炮兵，是炮兵吧？这只，我看一下。我们先让小卷根都也可以看到我荧幕的画面，这样子。这只是炮兵对吧？啊，这是赛特啊，靠腰。对啊，你才赛特什么神殿？对，我是赛特的男子。等一下，竟然不认识你的神，竟然不认识我的神。好，我看一下，我要怎么样让这麦才让这个麦克无限小卷无限兜里。好，那他的火队的部分，其实你们好像也看得不是很清楚，对不对？好，那这只是什么？游侠吧。哦，那你叫厉害。是吧？对啊。看小图。还有我神魔字典。神魔字典是不是太好了？那我要来。神魔图片。让我来好好考考你。这个有点衣服
这只也没什么。对，双子宫，双子宫，这只。火 BB， 对，他只能知道他火的话。这一次，他不要涂了，豆腐啊。太简单了，我要考一个男的。他谁？是龙蛋中。高端啊，他谁？哎，杰林来了耶！是杰林，真的耶！哇，杰林安安啊，杰林，杰林什么时候来节目上玩啊？杰林，多里要跟你来一场女人之间的 PK。要 PK 什么？龙啊！杰林真的是我的，杰林真的是我的这个，从他，因为他自己有讲，他是05年的国民女神嘛。从05年我就有 follow 到杰林的部分，这样子，对，对，算也不能说前辈啊，就表示他很早以前就很漂亮了，这样子，对，大概就是这样。好，那好几年了，对啊，还蛮多年的。从我高三啊，找你干嘛？被消失了吗？对。哎，对啊，为什么被消失？找你来节目上玩啊。礼拜五，可是礼拜五你好像要录影耶，因为我之前有跟我们小柔说这样子，对，可是他说你礼拜五的时间有点宝贵，对，好，好了，不管那如果以刚刚那火希腊我们以木基友那一关来讲的话，火队的成员，火希腊的成员，你们建议是放哪几支？而且你看第十九关人马弓啊，火珠会不会转掉啊？大鱼 PK 哦，等一下哦，跟大鱼 PK。没有必要飞火希腊。可是因为他最后一关是20 combo 盾啊。combo 要啊什么希腊都很可以。所以你觉得用其他色希腊来做挑战？对啊，其实没有限定要什么色。那我们用暗希腊的部分好了。然后赛特放进这个队伍里的必要性好像也还好。嗯。OK， 那个效果感觉不明显。好啦，杰林，等你礼拜五如果真的 OK 的话，再来节目上玩啦，这样子好不好？那我先派我们兜里去你们电玩报道好了，去互相交换一下选手这样子，哎，合作选手交易。对，选手交易。好，那小卷，如果我们是以暗希腊队的话，我们用暗希安多。然后双子黑狗跟暗炎希这个组合，你觉得如何？这个好啊，也可以啊，跟 Cindy 也可以啊。我安多换黑帝斯吧。你说安多换黑帝斯吗？是黑帝斯啊，放在西亚队已经比较不会放到安多了吧？对，基本上是。好。好用的人可能多了点。杰哥，你有听到没有？杰哥。他的宙斯 CD 有点长，那还有什么？那他的黑帝斯，我想 CD 应该也是一样长，差不多。那放黑帝斯好了。没差，反正16关无限回顾哎，不要把他打死就好。OK， 好，那我们到时候再请节目部做安排一下，看是请我们小卷或我们兜里先到你们节目上去玩啊，因为我是。周末限定台北人这样子，对，哎呦，詹姆士有意见了，詹姆士你说你觉得要怎么放？我等你啊。火希一定要宙斯跟主角。他说安多要带是不是？怎么和解？安多要带是不是？好，安多要带，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 ？Tell me why。好，杰林，谢谢杰林，拜拜。嗨，谢谢。很忙啊，杰林要雇两台，各台吼这样子。为什么要带安多进来 ？James， Hello， 哎，眷恋也来了。我爸说安多要带。嘿，
为什么要带安多？我只要转心。有啦，谢杰有在看。不然很危险。应该是尾关吧？他讲的应该是尾关呐、啊。哦，对啊。怕他保不够吗？放心啦 combo 不够，谢剑回去再重新打碎片就好了啦。累死谁啊？打完在节目结束之前再回来有没有？那、啊、就比较多牌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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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了。好 ，Let's try 啊。小卷，你要帮我提词，看到哪一关要干嘛？好。好，我们再见。那我先去上厕所了。好，再见，拜拜。你有事吗你？好了，十宽都不知道在干嘛的。哎呀，先随便让你看一下。有个水夜工程兵需要。啊、哦，大家都觉得伪王是需要我们的安多才能够造就我们这个伟大的康博术这样。哦，哎、欸，他回合其实偏低呢哈。因为那个光暗希腊开一个宙斯，基本上二十康就还蛮容易的啦。嗯，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他的。我看暗岩溪也没满技，没满技你敢解放？我也没有。哎、欸，我已经开了吗？为什么场面上暗珠这么多？然后没新珠。有。有需要洗技的必要吗？你说什么？有需要洗技吗？哦，他会一直回血，是不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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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啊，续订又没有很久。对。应该是 OK 了。如果以不洗技的情况之下，谢杰英，你这关是刻意不打的吗？还是你真的有尝试过，结果没办法通关哈？杰哥，啊，杰哥恭维啊，杰哥。哎、欸，卷吧，什么时候来 AOS 玩？带你小孩来玩。啊？想玩他女儿。你想玩他女儿？我不想玩别人的老婆，这样。很可爱。好，三本来到第四关。好，我们技能全开。这第几关？我们画面是第四关，画面，所以你应该第五。我不知道，我到那个。没有，前面十关都小兵啊，你又光。哦，也是啊。我打到木巨像啊。这是碧青巨像。中间有一个100%魂。哦，打到第二个灵魂石的时候要全跳，是不是？好了，第二个。哦，试过，但是没有通关，这样子。好。哦，35哦，我看到了那个 Wiki 他写的方式是这样子。嘿。看错了，什么方式？没有，它是有分层。我刚刚只看最后一个区块，所以我以为一到十关什么都是小关。哦，对，一百万房是不是？啊？第几关有一百万房啊？第11是个那个战兵毒刺那里。他写多少？19810吗？所以，我如果没有带破防怪，也没有带宙斯的话，100万防哎，进去是不是就是单系？哎、欸，你没有宙斯哎、欸。对。谢杰影太好啦，你碎片要重打啦！哈哈。哦，宙斯黑帝。就拜拜吧。没有啦，因为天降这种东西我不拿手。他不喜欢拿手的，这只干嘛？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三只小怪，三小怪。帮我看一下那个反弹的那个反弹的地基龙，哎，血多少？62万血。哦，伤害够就好，有没有宙斯没差？对，西亚队嘛，伤害够就好了。好了，那我就先开我们的暗岩溪，然后伤害不够，天降不给力。然后看一下，好，
62万，这应该是会死吧？不会死就好笑喽。你看我真的没有天降命，什么鬼？那你当初左用西亚过完，厉害吧？哎，以前真的要碎片慢慢一直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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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打。毅力只有惊人而已。他说没有带宙斯 ，OK 就对了。就天降嘛，掉到100卡，什么都打过去啊。对啊，是这一关吗？哦，就他哎、欸，防御。好，那我先叠印记这样子哦。这只应该是可以吧，100万的部分。试试看咯。啊？因为它 CD5 啊。好，我目前伤害来到了18万哦，在第一回合的部分。好，第二回合降到了36000多。对，现在正在进行存珠的动作，其实我也没有在存珠欸。他说稳稳的，阿干消光光，我操你妹！好，踹一下啦。呼，好紧张哦！会不会在这里就雷惨了？会不会呢？好，我这边的画面目前是来到了23 combo， 24 25 26 27 28 28 combo 的状况之下，在还没有翻倍跳的情况之下，一直打了，哇，大概就是单支攻击是200多万吧，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对，那我可能就在我这一支第二支的这个笑脸笑脸，呦呼，我喜气。好了，不要再掉了。西亚队就这样。很烦啊！你还掉的时候不掉。我要洗剂 ，you know。我洗剂 ，you know。安安哦，切法重点，只要能带走就好，你管他怪不怪啊、哦！我跟你讲 ，Simon 现在真的已经不是比赛 type 了，不要让我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好，这个部分也是随随便便掉到13康吼。第14关是70%扣血。什么？要开技吗？要吧。现在700万，还好吧？我场面上目前金暗珠是10来颗，够吗？啊，不管了。怕看看咧吼，哦，好像够，是个一坨啊，好，没有问题哦，直接带走。冲冲者，詹姆斯那不是运气，那是绝对的运气，就是，对，也是实力的一种嘛，没错。Simon 的经典名言啊，啊，果然暗希腊还是我的主场这样子。好了好了，你已经20康了，他不是伪王哦啊、哦，什么都没做，来到28康。第16关有事吗？
哦，可是他会打你，对不对？会啊，两只打18800哦。哎呦，加起来啊！哎呦，哎呦，哎，16关后面还除了王冠之外，还有哪里需要开爆发？帮我看一下。17关有一个7+的 combo， 7+的盾。7+还好，18嘞。他攻击不高，才4000。啊，就是你 combo 不够，他会越打越多下那个那种。啊，19关是打13 CD 2。那应该可以开机一下。对啊，看一下好了，看保险的。嗯，真的要你掉大 combo 的时候就不掉。这就是什么？嗯，这就是虚啦。你说七康盾一下打一次打多少？嗯，七康盾一次打多少？那多一康呢，就死掉。嗯，他就死给你看。哦，谢，这边我要除技的 ，you know。来到15康，也是一次带走。有技我天，以为是住宿。哈哈哈哈哈哈！会当安尼讲哦，这个囡仔袂歹，算讲真有才华哦。shit。Oh man， 18关还有小兵可以洗啊，根本洗不了，你错了。啪啪啪就过了。对，就啪啪啪就过了。他是怎样？哦，他是把火转木，火转水而已，就对了。Oh no！ 他写多少啊？哦，四个不够。嗯，可以的。我不知道哎、欸。你按多西亚？靠腰啊！干！哦，完全没天降啊！虽然我们还没看到画面，但是听到这个声音。Oh no！好，进入了19关，待会你就知道我刚刚发生什么事了。现在在19啊。对，就是19关的部分，是个囧男孩。囧男孩，嗨嗨。看到吗？好囧哦。超囧的、啊。哦。好，所以。再一个。对。所以杰哥，你的队伍是绝对是可以过的，这一定没有问题哦，这是非常 OK， 非常 peace 的一个队伍，就用这个队进行攻略，什么宙斯，什么破防，什么挖个桥都不用带，有暗西亚在手，希望无穷啊！投资有赚有赔，至少要放个白五或大胜就好了。对，没错哦，杰哥，状况大概是这样。好，我看我们刚刚还没有看你的卡片状况哦。对啊，就是不该天降的时候天降，该天降的时候不该天降，哦，有点不吐葡萄皮倒吐葡萄皮。好，我们看一下你队伍的状况，很好，这一队只有一只，就稍微看一下哈，他在尾第九队很煞气，只摆了一只火油，我不知道他是想要进行什么样关卡的攻略。会不会是有什么成就什么的？上礼拜的吧。或许，然后这边这个 BB 队应该也是。再来是老人队蜘蛛，哎、欸，他蜘蛛解放嘞、欸。哦，这是换图，这是换图。哦，这换衣服，还是穿很多啊？他是穿成圣诞节的样子。有，有少一点的。哎呦，比较厉害吗？就是看起来又再长大了一点。嗯，有啦，看起来是确实是有再长大。我觉得画风的部分就有变了这样子。对、啊。从16岁变到18岁这样。对，好，再来暗器大部分 ，OK， 光机油。他光机有，哦，他这个不是光机有，这个是虎克嘛，对不对？虎克船长，华列克吗？对啊，我有这个。
哦，你也有跨到那边去抓、啊？没有，我那时候出国就从广州。哦，你刚好出国是不是？哦、oh, ，好，这个暗队就算了。那个基本奥达队，然后配了一只龙奥影控师，这之前的那个嘛。哦、oh, ，这是蓄能移魂暗，最多五颗，算是一只也是不错的卡片了、啊、哈。怕缺珠，不过现在这个时代基本上转珠系列的卡片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泛用哦，其实。在一般好比说攻击力够的队伍情况之下比较少会用它。杰哥，你的队伍没什么太大问题，我想你需要就只是更多的练习，以及更多的碎片，以及更多的塞门神这样子。对，下次我们再来尝试一下你的希腊吗？啊、希腊吗？多设计师啊，对，我觉得用希腊就可以了哦。在木基友的部分用希腊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做，时间来到9:42，那我们现在，嗯 ，Terra Battle 吗 ？Terra Battle 就 Terra Battle 还是要弄一下，因为主要要给他们看啊，主要我是想让他们看，看这款蛮多人。等一下，我要先把那个。AirPlay 画面拉掉一下，哎，兜里换你唱歌，快点。等一下，我在载那个，我们等一下再有没有玩，因为我还没有申请新账号。要啊，你可以申请一下啊。对啊，而且要更新哦。对，一下下，今天的更新很快。然后吓死谁？上次太夸张了。对啊，大家安安哦，安安哦，安安安安。好，还是小卷唱歌，嗨包。哎，这支饮料之后就会在那个买得到了哦。这支饮料之后就会在全家买得到了。小卷再举起来一下。下次会看到小卷带着这个上来哦。上节目是不是？好的，没问题。好 ，Terra Battle，Terra Battle 是还蛮多，对部分第一次接触我们节目的人，他们会觉得十分的陌生。这游戏到底干嘛的呢？小卷简单简介一下吧。这是一个结合，就是它是基本上是一个战棋游戏，哦，就是敌我双方有很多的角色，然后移来移去发动攻击这样。它的基本概念是这样。那它因为有转珠，它加入了转珠的要素跟卡片养成，所以就是我们去培养我们的角色，然后角色它可以进化，它可以组合自己的技能，所以一样是不同，一样不同是一样的。它可能有不同的组合，比如说你可以拿加一些抗性，加一些血量等等的一些变化。那基本上操作模式是类似转珠的概念的。他们有画面好了吗？还没，你可以再解释一下，再详细的叙述一下他们的主要发动攻击啊等等的部分，大概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像这个游戏，它的基本上是一个8×6的一个棋盘。那在这个棋盘上，那我们最多队伍里面会有6个角色，目前嘛6个，后面有人，对，我老婆，然后6个角色被聊天室也看太细了吧？后面有人，6个也有啊。没有，你的左手边有一个老伯伯啊，就是那个我们有6个角色，那6个角色我们要构成一个夹子，哦，就是 A， 哦 A， 然后。然后把它夹住，哦，可以夹 N 个啦，就是夹3个、4个，最多10个，因为一排就是6个嘛，因为是8×6，那就可以同时发动攻击。那思考，你要如何去移动？因为它一样，它转速时间很短。那它，它几秒？大概才2-3秒而已吧，我觉得。你有记它的时间吗？转速时间也是5秒啊。是5秒吗？嗯。感觉好像没有到那么长。有啦，因为版面很大，所以你觉得时间好像没那么长。哦，没有，我的版面特别大。我现在的版面跟你一样大。然后就是你利用你的移动，有点类似像转珠这样去做你的整个队伍的一个位置的相对位置的控制，然后来达成就是多层的加值。好的。
哎、欸，等一下、啊，原来我一直出现，我一直呈现这个画面是有点急促的。我在，哎、欸，阿吉管奈浪没来。没有，因为现在慢慢慢慢就会有画面了哦。现在应该画面就出来了，这样子。对，好，眷恋，你有看过这款游戏吗？如果你说有，表示你好小。又或者你平常有看我们的节目，所以回答我，你有看过这款游戏吗？啊，卷拔，传说中的卷拔，笑容很憨的卷拔。哦，伊咧笑叫高姿耶。拢敢若欠人钱共款，哈哈，歹势啦，佮欠你钱啊，遮高资个。好，那因为其实 Simon 目前这款游戏的进度是全破状态哦，所以现在已经开始重新在练卡了。那现在也是因为也是应着我们，哎、欸，刚好有 Hail the King 呢，我来顺便打一下，顺便稍微解释一下这款游戏的一些概念，这样子。对，对。欸、QM2 是20到29嘛，对不对？对。好，那我们来换一些，我们来换。就是到多少我乘以10加9、啊。我们来换一个。N 乘一个公式。10N 加9。对 ,10N 加9。10N 加1乘以。N 加1乘以10减。好了，谢谢谢谢，再讲我头痛了，我以为我回到大学了。好。欸，教练表示他有看过。哎呦。认真文吗？是认真文吗？是这款游戏的制作是坂口博信先生，没错，是我们太空战士系列非常重要的一个制作人，是我们的一个要角。对，那制作团队相当豪华，就是日本在各大一些比较经典游戏的设计、美术、音乐等等的去联合做出来的一个游戏。Yes, that's right.像小弟最喜欢的天野小先生，他的角色也要即将要出现了。好，我们这个好但还是有部分朋友没有看过，因为说有看过的人毕竟是少数哦。那我们先大概，我们先讲解一下他的战斗方式，我们待会再来讲解卡片的一个内容部分，这样子。好，好，那刚好因为我第一个讲他们。这些他们培养角色的方式，奥丁吗 ？OK， 他们培养角色的方式呢，不像神魔是需要吃卡片去养卡片，他培养角色的方式是利用带出场，哦，你把这个小姐框走了，他就会有经验值。那框出去之后呢，要成功哦，框失败还是没有经验值哦，哈，你要吃闪，里面有没有看到我们画面右上方有四闪，表示我现在连抽一卡的资格都没有。对，好，那。对，一样一抽五颗。好，所以你把你惯用的队友越常带出去，你就容易越容易让他长大。好，没问题。我们接下来直接进入我们的我们先进入我们打经验关的画面，这样子哦。好啦，神魔那一趴就留给神魔，神魔士就留给神魔那一趴。我们现在是 Terra Battle 趴这样子哦。今天没有被剑捡到的朋友们有点拍谁？因为今天史莱姆突然间就甩肩膀跟我说：“不管不管，人家要来这样。”我就哦，好，那就让你来。没有，其实是我去抱他的大腿这样。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有讲到什么叫做夹击，夹击的部分，好比说我起手是这个大叔，这个发亮的大叔哦。那我们就是去画面还没有跟上。对，他们会跟上。就你们两个目前还没跟上，这样子，对，就我们就移动它，移动过来，这样就会造成一次成功的夹击哦。然后在画面上，这四只血数左上角写二的都是敌方的一个敌方的旗帜，它的回合数。没有，我说那个有写二的那四只就是敌方的角色，那二是它的，那还有几回合它就會。对啊，就回合数啊，它的回合数。好，然后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画面移动的非常缓慢哦，我们。你可以看到我们，它是正规速，就这样。它在夹击的过程呢，会秀出招式的名称，然后看到这个全画面震动，这就是我们炸弹术，也就是我本小弟我的手抽哦。
他是非常 OP 的、啊，在打这种关卡的时候。好。是的，体力上限是要过章节才会提升。是的，没错，体力上限是要过章节。像我现在30张全过了，其实过到29张了的时候，他的体力就会达到我们100的部分。好，那因为他的移动其实有点缓慢，我们可以按一下右上角的加速，右上加速，那你的转速时间就会缩短哦。屁耶，那只是画面显现的方式，显示的比较快，显示的比较快，你转速时间不会缩短，它不是双狼哦，所以不用担心。好，那可以看到我们在画面中间有一只我们的纸片怪，有没有？它会跑，它会跑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好戏就对了。你看哦，这个怪物还会跑走，超淘气的，它就咦，然后就跑走了这样子哦。所以我们移动的卡片的方式也是一样，跟神魔的转注方式是一样的。以卡代卡哦，好，我们 Let's be 哦，运气不错，刚好遇到王，神经病，这明明就是 OL 的 King， 还运气不错，遇不到王就要摔电脑了。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P 点 ，P 点就有点像发大绝的感觉，因为他们招式是几率释放，所以当你吃到 P 点的时候，你的招式是必然释放，是必然释放这样子。好的，没有问题。你说怎样？我们现在看还没有吃到。哦，现在看没有吃到。应该是王的三刀，那刚好你没有，你把皮转开来，没有吃到。哦。纸片的功用是，它有比较多的经验。对，可是它很有趣，是它会，你靠近它会往另外一个方向跑，所以要用一些手段。哎、欸，屠龙妈 J1 比较年轻哎、欸。J 三好苍老、哦，长大了。对。好，那这就是我们就大概一个转珠移动的一个示范了。那没关系，现在应该还够时间让我打一场我的奥丁。不够吧？够啊。你10分钟会打完吗？我们打的话1个小时吗？要、哦。为什么？明明就不用。要哦，明明就不用，就要三个一等账号哎、欸，没有天赋，没有符文，没有角色的。好了，我10分钟打打看看打到哪没。好友好了。好了，那这就是他们的，这就是他们的将领。我叫煞气包兜王。那小卷你先加他，我等一下加。哦。好，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将领，也是奥丁哦。好，那。其实就是也没什么重点啊，这一对就是双双打，然后记得 SL 就这样而已。哦，是个乱转。靠腰。可是一等不能打。三等是不能够三对三吧？真的，三级就可以了。对啊。先打电脑。啊，先打电脑。所以今天还没办法跟他们一起玩。啊靠腰！可以制定吗？可是我会被虐啊！我们什么都没有，他们什么都要去打人啊！千本枪打人。今天肖三怎么玩？不然他每次都被虐他。所以我今天可以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吗？应该是可以，有。哦。我本来想要写那个十大那个十，可是很像马孔盖的感觉，你知道吗？哎，我这马孔盖呢？超像。好，没有问题。目前去拔葱，再见。谁要走了？葱要去拔葱了。葱去拔葱了。啊，明天要上课。千本枪打人好痛。对啊，千本枪很千伤枪还不错啊，但是我没有。然后我带错了，我歌姬忘记改
职业啊，我昏去啊！这只什么屁都……还心还在。对，但是我的歌姬现在是什么屁都没有的状态啊！我起笑我。不死僵尸海星。对。偶像是永远都非常重要的。啊，喂，歌姬可不可以死啊？对啊，要昏去哦，所站唔对啦，哪会使安尼？朋友的事。嗯。对，我觉得他其实很容易会不小心带错职业。对啊。对，进关前都要确认。再三确认这样，不然真的就是很容易就。他的长相。对。嗯，没保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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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改又退出来这样，重来，重来，还是要重练，重新来过。我阿妈又要乱入，要坚持她乱入。阿妈呢？阿妈晚安。阿妈呢？阿妈等一下就出现了，等一下。又来了，阿妈。阿妈你好。哎呀，阿妈又出现了哦。很坚持，平常节目都摸人家头，这次被摸头了。对，这次被摸头了这样子哦。拿什么来？小韩拜拜，小韩拜拜。好。重工。嗯。没啦，我连接家了。好啦。哦，仲凯那只 B 公，那只 B 公根本就垃圾啊，垃圾中的垃圾，真的是无敌超垃圾。那只我非常无言以对，那只也是我闪电抽抽到的。我也是，我应该也有吧。有一些 B 的都没有管他是谁，他一定是我第一只手，就是去一只五练满 B 的角色，去一只五练满的吗？我的海星要死了，因为我把它放到那个，你们等一下看。复活。对，反正有一些角色，基本上闪电抽的角色都是有三个 job 的啊，然后一般我们打到的，就是过渡期角色，它是会只有一个，它没办法转线这样。红鱼城吗？目前一共是69个角色吧，它有三个 job 的模式，其他角色大部分都是蛮多，对啊，还蛮多的啊，现在。我要表演吃芭辣了。哎、欸，这第三关嘞，那我不能够随便杀人了。等数。你要排位置。嗯。吃芭辣之术。会。吃芭辣之术，吃完芭辣吃苹果。那小心，我要使用尿遁，先去看个厕所之术。去啊。感觉他很超久。你们直播都好爱尿尿，我直播都不会想上厕所，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都没有喝水哦。有吧。每次都觉得坐了一下就想去上厕所，可是我平常就打电动也会啊，每次都每一场中间我都说我要去尿尿，我要去拿东西吃，我要喝水。哈哈。他们在那边等。啊，继续，先把我的P点洗出来。你应该已经打很多次了吧？很多啊。哎，P洗出来了，可以宰杀了。现在只有工会任务还没解完。你的？嗯。工会任务我已经放给他去了。已经不理他了。对啊，已经没有那热忱了。讲实在话是这样。真的。啊干，靠杯啊，错赛，没戏了，没门儿。
没有不小心吃到 P 了。吃到 P 基本上就拜拜了。等下就没有用到了，没办法用了。对，就是没门儿。除非他们两个很给力的，没有了啦。自动自发。对。完全性的就是太让我失望了。好，这是一次失败的攻略，因为我刚被人吃到 P 了。好，那我们开撸吧。接下来是撸的单元哦。那你，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玩吗？重点是。的心灵。我们希望可以在下个礼拜，就是让大家可以跟大家一起同乐哦。没错。哎呦，靠腰！撸大的手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好的啦。对啊。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开启我们的 LOL 哦，LOL 可以做视窗化抓视窗吗？还是怎么样？当然可以啊，我都开视窗哎。你开视窗，那你再开视讯，那你哦，因为你只有你直接抓视讯镜头啊，你不需要再切那个 Skype 的画面。没有啊，我直接整个画面，因为不用在那个啊，用那 LOL 一般实况组有切自己的 Webcam 的。对啊，只有 Webcam 就不用担心画面重复的问题。Yep. 对，可是因为开视讯就。好啦，那我就，那你就，那我们现在，哇，那他们现在，那等于开 LOL 他们连那个，到时候录影连那个对话视窗都看不到。没有，你视窗就可以啊。对，等一下，视窗，所以我是用荧幕截取嘛，哦。荧幕截取叫做电竞专码是什么啊？这好像是比如说有些比赛的时候，他们会输入那个就可以进到特定的无边界模式，就是你把它视窗化以后，把画面稍微缩小啊，就是那个网页放在最右边，然后对那个字幕一样可以看得到啊。啊？什么意思？就是你把那个对话框就是把它拉长。嘿。SK 的部分就先关掉咯。不用啊，不是啦，我是说小视窗就缩小啊， SK 缩小，对啊，就只听声音就好了嘛。不行，你们先跟他们聊聊天，换我要来去厕所，因为打 LOL 还在分说我们那是就在分打 LOL， 我比较紧张耶，不要去打 LOL， 我比较紧张啊。打电脑还好啦。不行啊，打电脑我一样，我一样很紧张，很紧张啊！电脑是走过去就死掉了的角色。你说我？你是用什么招？你是说我们会死掉，是他们会死掉？他们会死掉。他们会死掉。对啊，射一箭就死掉了。看到你就被笑死。看到我肚子就死掉了。哇，好厚实的声音哦。对，我去调整一下我的肚子。没有带去的意思，你们都误会了。
对，I'm back。而且你刚才的那个是在叫什么东西？啊？我们刚才讨论那个是什么？哦，那个东西就是我的桌面。我的我的真实的真实的真实的桌面，跟各位介绍我的吉祥物，最近很红的，哎，已经红一阵子了，但它永远不灭。它是一只会叫的恐龙。好 ，low 是不是？哎，好烦哦。哦，这么你玩怎样子的角色？我不知道。帮我慎选一下。啊？有魔力还没有魔力的？有魔力。刚好三只没有魔力。有魔力还没有魔力的，是不是？对。等一下哦，我先把视讯的部分切掉，然后我开 webcam， 这样他们应该就看得到嘛，对不对？合理来说。Dota， 我讲的是 Dota 二 ，Dota 2。已经在磨岩了哈。好，你说我要玩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是。你觉得有魔跟没有魔的吗？以我的想法，我觉得我应该是先玩没有魔的好了。还是没有魔的会死比较快。盖伦，盖伦，等一下，你登录了？我登啦。那就登。煞气也Simon，打初级好了，但时间差不多，打初级。没有符文什么的。对。好啊 ，OK 啊，都可以啊。要喽。然后我按接受了啦。好。煞气耶。好，这就是我们。煞气！有人是煞气欧吗？谁煞气欧？有人是煞气欧吗？故意打错有没有？煞气欧是不是？欧。啊！好，出发。压力有点大，王八蛋。不会啦。不会啦。是啊，是人这么奇怪啦。好，这个时候就要按 top。接受 ，OK。怎么有一个人的名字是黄色的？我是杰森哦。你名字要告拍口啊？不太好辨识，对，就是、可能要改，我们改一下。你说我选盖伦吗？选盖伦好了。盖伦是干嘛用的？盖伦是跟你讲也很难说清楚啊。My heart is torn， 用身体去记忆它。哎，等一下，我们现在没有闪现呢，好烦哦。不会啊。锁定英雄好，就他。哎，有路人呢哦，一定有的啊。好，哎，有人要按，有人选要加，有办法选他们吗？就来不及了，这样。哦，好吧。不要玩指向性的，会完全打不到哦。点技能，再点人就会打中。赛门玩吃汉不错。没有赛门第一次那个火箭抓就指向性的就还玩得不错。哦，对啊，是个可圈可点的出手初级这样子。就是好像看似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哎，我不对，我不应该把我的那个头像放在上面，这样会挡到麦卡贝的字样，那我就放下面吧。对，我放下面 ，OK 了，好。哎，我应该是放，好啦，就放这吧，不然其实也可以，等一下应该也可以放这。哇，现在没有镜头，我可以开始挖鼻孔了。对，现在就是我有吃东西，我有镜头这样子啊。不能挖鼻孔，
没关系，我还是可以挖，我遮起来挖。硬要挖。对，硬要挖。哎，他还是会跑变成全画面的哦。进去再改。会才能改。哦，进去才能改就对了。嗯。你知道乳化队友的召唤师会降低13%的游戏胜率吗？所以我的 loading 速度有点慢哦，目前50%。53%、50%、60%、70%、80%，所以我赢 Sky 了的读取速度了，在此获胜。棒棒，棒棒！太爽！我进去怎么改那个画面啊？我要等下按设定看看。设定按哪里？好。哦，压力好大哦，烦哎。视讯画面可以拿来当小地图哦。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打人，所以没关系。视讯画面可以拿来当小地图，什么意思？通常会当小地图啊。哦。比较不会，就是因为开直播，然后人家就是看你的直播，知道你的队友在哪里，在什么这样。啊，谢谢我们米加乐。哎，我你说我按哪里啊？先按。ESC 视讯吗？还是游戏界面？界面。界面的哪里、啊？也不对，等一下。不是的。视讯啊。视讯。然后视窗模式。对。哪里有视窗模式？为什么看不到？右边啊。哦，视窗模式。解析度旁边可以调。好，然后我就可以调整它了吗？应该是这样没错。欸，可是我滑鼠跑不到外面去啊。你按那个啊 ，Auto 加 Tab 可以切。Auto Tab 吗？ Yeah. 等一下，我现在已经 Auto Tab， 然后切别的吗？还是怎么样？对啊，先切别的。先切别的，好，然后嘞？可是我这样，我还是滑鼠没办法移啊。可以啦。你 Auto Tab 到旁边去之后，你去抓上面的框。什么意思？先在游戏里面按 ESC， 然后选择视讯，然后视窗模式之后，你把解析度调低。啊？我不懂。你在？我在游戏画面按 ESC。对。然后有视窗模式嘛，对不对？对。然后左边有解析度嘛？对。你把它调低。哦。它就不会占，就是虽然说视窗，可是还蛮板这样子。好。所以我就调先按可能别的，按完成，它还是满版啊，它还是满版啊，对，你要看手机，糟糕，它还是满版啊。还好吧，你们两个感觉好硬朗哦，人家打你们应该不会痛，怎么会？打打的还是会痛啊。哦。哎干，啊怎么进去就一样？进去就一样，因为你们要确定啊。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滑鼠只要移到那边去就会汹涌啊。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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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移动到了。然后，好。这应该 OK 了。好，那我先要干嘛？欸，靠腰，我被挡住了。被挡住了。我被那个开始工作列防守了。欸，为什么？防守成功。好了，有了有了，进去了。好，那我现在要，不行欸，干，这样我就没办法往下移呀。往下移。哦，等一下。那就好了。不是啦，我只要往下移就会跑到那个去啊。然后我应该是画面的解析度再调整一下。我觉得你先专心玩好了。等一下。啊，你又被打了。我被打了吗？可是我没死欸，因为我打啊，
你怎么这么棒？我灰了。我真的觉得我应该不要走下，我应该走中，才能可以离你们比较近。好，那我要买东西了。免费。药水。推荐洗手。消耗品。多兰之盾，够钱买。然后，他为什么不给我买？有买了，买水。你出门了啊？够买，有啦，我现在有买啊，我现在在买啊。你没钱啊？我刚刚有没？啊干！等一下，我觉得我要全荧幕，妈的，烦死了。跨龙博，聊天就先看不到了，不管他了。我要去哪里？我上路吗？致命打击，审判。先点哪一招？第一招。Hey Skyler， 我来了。哦，好可怕！我要干嘛？就尽量不要死掉这样。好。我想这我应该做得到。我也是觉得，反正打不好还是什么也没关系，就不要死掉就好。好的。在一起，你先吸经验值，然后尽量不要被扣到血，因为那只角色的特性就是一阵子没有被打，它就会回很快。哦。所以我需要剪尾刀吗？应该也不用吧。好的，太好了！你们帮我选了一只非常完美的角色，只要发呆就可以了。那这要点哪一招？第二招吗？你可以先点三啊，第三招、啊。第三招嘛，第三招是招吗？嗯。第三招是攻击招吗？对啊。好。第三招转圈圈吧，我记得。对，转圈圈，你要看吗？不要。好。可以啊，反正你没有魔，你可以想到就转个圆圈之类的。哎、欸，真的、欸。你可以出去转脚兵啊，如果你蛮。目前是，我又升级了，那点第一招，现在升很快啊。好，我点第一招。那你可以看星星补一第二招。啊，干没转到，操！你那个会一直转啊，所以你可以一边转一边走路。一直转。哦，它不会停的，是不是？啊？转它就不会停吗？默默的，多里已经推塔了。哦，谢。好，那我就转圈圈。呼呼呼！可以用无边界了。好啦，米加肉等一下改。我先改好，小姐你加油。反正我也没什么帮忙。无边界模式完成。哦，无边界啊，无边界，我的画面又没办法移动。对啊，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塔爆了。哦，中吗？中吗？哎，哎呦，大杀特杀！哎呦，我最会这种剪尾刀了。嗯、剪尾刀高手。打他！我最后。哦，我来了，我来了。靠剪尾刀了。是我吗？不是，可恶，是孙悟空。没 kill 到，
无边界，无边界，无边界，可是无边界后面也没有动啊。无边界1366乘以768。哎、欸，继续吸经验。小念的小念住，我们下次就可以一起同乐哦，因为我们三个就是我们两个将好开一个新账号在交三人玩这样子。因为讲再多，它其实太复杂，不如就是从一开始经验。从头开始。啊，之后三集就可以大家玩自己。我的 Q 好弱哦。因为才四级呀、啊，我都七级了。小兵会随时间成长的。我五级了，按 Q。可恶！哎、欸，我现在是可以打塔的状态。对，加油！啊，不行了！要打他，你可以打塔，也不可以打他。哦，对不起。对。我可以打塔，我可以打塔。通常不会那么早打塔啊。哦，线，靠腰，这样就死了。Oh no！ 打开死亡笔记本。我买鞋子吗？买鞋子啊！买好了，没钱了。没钱了，哎、欸，忘记可以按 B 了，这个游戏是有 B 的。B 可以干嘛？就传送回家了，因为 OTA 没有。哦。所以我刚刚居然自杀回家了。我来了！哦，你跑好前面了。下路顺顺推，唢呐快掰了，唢呐再见。多的招式无法打。给我！给我！手刹，呼呼！来本人生的手刹，没错，没错，我自己个人的手刹。哦耶，好开心，好开心！转圈圈啊，开心到转圈圈。你说你那一只哦？哦，我要升级了，我可以点 I 了，是打 R 啊？没有 I 啊？啊，干嘛的？快跑！哎、欸，没捡到。哦，你打人好痛哦。我的 I 是干嘛的？我的 R 啦。哪位？他人。哦，他会有几率死亡。你不是有这种事吗？小兵上，小兵不要当兵了，小兵上。阿尼 ，Q 你，一你。给我！我在打！就被你打死了，靠杯。呜！鳄鱼来了，我们来打鳄鱼，跟我走。好，你留下或者跟你走。这里。看到了。哦、Q你，阿尼。好了，跑！一个漂亮的旋转逃跑，华丽的旋转逃走，没错，旋转跳跃，我赶快跑，你打不到我，我打不到你，谁又在大杀特杀那么嚣张？一定是兜里。哎、欸，他血怎么回满了？兜里已经主宰比赛了，哇，好可怕，好煞气啊！太中了！
他爬好远啊！我好想打他。那就把他卡碎，这个可以打。可是小兵子深啊！你怎么讲那么轻松？就是跑这样子跑啊，像我这样，你看。你怎样跑？你就直直走啊！我转。啊！啊他啊他啊你妹！可恶！没有，我要死了！来不及了。没关系，我升级了。我刚想说给你。为你写诗，为你剪刀。可以回家买东西哦。我可以回家买东西了吗？啊，不然你有多少钱呢？我不知道，我看哪里。我有1925。我下去，哎。你被石头快打死了，快跑！按 B 就回家吗？按 B 哦，没有人干扰你的话就回家。对，没有人干扰我。都留在拆塔了。我要买什么？我要买什么？我买什么？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推荐的我都买差不多了了。最好是啊。没有，我钱不够啊。给我的钱好赚啊！不可能哦。在那边骗。我钱不够啊。莫南。哎，我钱不够了，我要出门了啦。那就出门啊。所以你怎么都没有买啊？我就买了双鞋子。我刚刚没有买，我刚刚买了一根擦眼的。屁呀、啊！你刚刚就买新自学的好不好？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可以看到别人那个的。那个免费的啊。对啊，我钱就不够没，2100不够啊。2100呢？不够、哦，我刚看的东西都要2000多块啊。先买它的零件啊，2100可以买1337的，就是好了。哦，所以点它，它就会出现它的零件，就对了。安妮，拜拜。西大，哎，有西大经验值，好。哎，它为什么这么硬啊？对，这只小怪。因为你没有攻击力啊。我打它好像瘙痒一样。因为你就有鞋子，你知道吗？什么？就是你就有鞋子，对。你在哪里啊？我好慌。我在顺流而上。顺流逆流，所以先买零件就对了，是不是？对，先买零件。你有没办法，有办法是就是买整件的都是高手级的人。哦，真的、哦？对，要赚钱够快啊！谁赚钱够快？我赚钱够快吗？那我没有在赚钱啊。哦。小兵 timing 有够难抓哎、欸，哎、欸，你看都被小卷捡走，然后还被同队过来捡，哎、欸，他好帅哦、喔。可是这只不好上手，也很难那个。我没有打算要上手。想抽你的红 buff。没呀。哇、哦，36块好多、喔。三本是白目哎。我想到了。三本在打人会痛的。我打人会痛吗？我试试看。哦，有痛一点点，那我跟兜里走，我要捡尾刀，给我，啊、哦！你干嘛？你刚才不是很快，又变慢了？我不知道啊。你的 timing 很难说哎，打他，我看不到他。好，我没打了。孙悟空你，我觉得借玩一下嘛。快，他就他了。他有塔哎、欸，那边有塔、啊。好了，没有了，都塔没有塔。哦。还没有坦到可以。哎、欸，来两只，要退后吗？好。没有，他冲进去。谁？冲进去，然后应该会坦出来吧？对。那我们就把塔推掉就好了。我们推塔吗？有，我点到塔。哦，退！我操你妹，爆了！耶嘿！哦，我来！我没打到。
我来。哎、欸，我怎么都捡不到啊，好烦哦、喔！有人吃，没了啦，被刀鱼吃掉了。那好弄。哦，我们是不是快结束了？大概在分钟了。超级士兵。哦，好了，先小桃，我要回家。按 B 有冷却时间吗？有吼。没有吧？没有。啊、哦、，B 没有冷却时间啊、哦。想 B 就 B。他想弄我哎。他正在弄你。拜拜。你说先买小装和大装嘛？对啊。那我要买什么？哎、欸，我可以直接买斧头了。黑色切割者。对啊，你看黑色切割者，它不是3000，它下面有它的零件呢、啊。哦。所以我应该是买零件也开盒，对不对？不一定啊，这个平衡点很难抓，就是你一直回家买东西，你就浪费你的时间。哦。你少了很多波尾兵可以赚。我懂，我懂，我懂，我懂。啊，可是你都不回家呢，人家回家买东西，再来下一次就可以吊打你。对。哦。我要怎么合成它、啊？放在身上自己就合成的了，它会自己合成，不用烦恼。哦，可是我现在放了一把那个跟一把那个没有合成啊，我放了一把红水晶跟一把那个残暴之力，它没有变成黑。还要再一个？你要买啊？对，还要再一个那个，不是再那个，是它的上面那个斧头。上面？等一下哦。我点它，有了吧？有了 ，Good job， 我可以出门了。在吃小龙。你们在哪里啊？他叫洪水卖掉。哎、欸，你们已经推到塔里面去了，是不是？亚秀，拜拜。你又成为传说了。Oh my god！ 你到底要成为几只传说了？啊，被抢了！被抢了！我来了！哪里有东西可以捡？好像也不太需要检查，都快爆了。可以检查。检查吗？检查有钱吗？不然我不知道我要干嘛。爆啊爆！剩这个对不对？我要拆他！我要拆他！那、啊、我进去了，你为什么被打？正常人家都会拼打，打死正英雄对。那最后跑进去也是掉。耶！神，我也太瞎，拍死吼 Alan， 我都袂晓升这個、你咧。你现在还没升二级哦。啊，还没有。等级一而已诶。
所以我们平日就要来玩，不然他们没有机会跟我们对战，是这样吗？对啊，就至少要捞三等吧，好像。好哦。你还要再玩那高三只吗？不要。可以换别的，都可以。那，看你开心了。听农场。有人一起玩吗？他们进得来吗？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吧。那你可以邀，试着邀他们看看。try 一下。有人要玩吗？泰伦因为他回血很快啊，阿翠其实就是因为没有魔嘛，所以你就是按开了 Q 去捡小兵尾道，然后躲起来回血。哦。然后开了 Q 去耗人家英雄的血，然后躲起来回血，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循环的、啊。哦吼。有啊，一个什么顿号魔王。好，顿号魔王，我的恋人。他们两个好像对峙哦。哎呀，用无边界模式哦，我等一下试试看。哎，又有一个了，可是只有两个人，再只要加两个人就好嘛，对不对？对啊，已经。有了。有了。哎，我也要换这一只。对，炸鸡的熊熊战队，那个有邀请的人，赶快 check 哦，确认哦。我的恋人来了。更新中 ，Allen 是这礼拜五到三都没更新，对不对？一定的。对啊，我们不打真人，要等我可以上场，可能还需要大概两年半的时间。新手单号耶！新手单号战队出发、啊，马上就好。你五个人都好了、啊。对啊。我要选谁？法洛士就是刚刚看到很帅那一只，对不对？不是，刚才的没有在这边。他刚刚说亚速啊，亚速没了。就每个礼拜会有十只不一样的可以玩啊。哦。对啊。我觉得基本上每个礼拜就是玩十场，把这个角色玩一轮，这个比率差不多。众星之子索拉卡这是干嘛的？补血用路。不要。好，那我玩完这只。利山卓嘞？第三组是法师嘛？好像没有办法玩输出型的，我好像会后悔。你可以用 AP 索拉卡，很痛。可是符文呢？因为符文的很惨的。还好啊，对面也没有啊。塔隆呢？塔隆是近战哦、喔。塔隆是近战，塔隆是刺客。还是你要玩这只？我都可以啊，我可以玩别的。反正你每一只都玩玩看的、啊。我对新手的建议都这样，只是你每一只我玩玩看。好，那我玩雷兹。你玩到快三级？可以啊，雷兹蛮适合的。我这只是我的面角。面角。哇，雷兹有美国大叔版本，好帅啊！对啊，他就有些就有些造型。Hellboy 的那个版本啊。然后我看到，最帅的，还不错，还有海贼重炮手干，杀气腾腾的角色，好的。那个雷兹在跑的那个跑速动画很慢吗？对啊，神装雷兹慢慢走过来，神装雷兹，好可怕，好哦 ，loading 中，哎、欸，我自己本身的那个画面还停在那个。还停在那个刚一开始跟石大他们玩那边。这是我的选择，我选雷文。哎、欸，我还没进去哎、欸。我还没进去。你好像还在读取吧？老
我进不去。我能知道你的好是为你好，还是一场感冒？你就是我的骄傲，啦啦啦啦啦，再把你气走自招，还没好，还没好。我哥，摘下了眉头，却攻上我心头，暂时而惊涛空左右。每当我回头，泪就是刽子手。哎、哦欸，我好嘞，干！买东西，买东西。我今天刚使用的是右手，右手跟左手有关系啊。我要买什么？蓝水晶。哎、欸，他的图是左手，然后抓的时候是右手，好像是相反的。出门。没有啊，这根本不是重点啊，抓的不是重点啊，他只是就是被发现的小。好，出门。我要跟谁？我要跟谁？我跟猫我跟猫都好了。好，走。我去打野。我好像流浪汉哦，我背了睡袋。电话。哦，对，你背了睡袋，没错。骑在就是帐篷。等等，我们可以那个搭帐篷。你按 Ctrl 加 C。Ctrl 加 C。Ctrl 加 C。在逗你笑了。Ctrl 加 C。啊，你按 Ctrl 跟三会笑。Ctrl 跟三。没有啊，骗我！有啦，啊有了有了，好笨哦！按一二三四都会有动，都会有动。一，一是干嘛？可以一直按同一个就会抖动。一没有哎、欸，然后按 F 也会，按二有。抖动，我在那边抖动。我想大便，我想大便。所以我们要躲在草丛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久没玩雷文，在里面跳舞。他只会左跳右跳哦，他。有的会有一些舞步啊，像阿里就是跳少女时代。我懂啊，像那个。一命是跳那个江南大叔。哦。一命是跳那个日本动漫的。对，啪啦啪啦。哦，我这是法师，所以我是远攻就对了。嗯，他算对啊，可是他算是手有点短的远攻。哦，哎，我捡到了，有人来了，对不对？对。要丢 Q 吗？丢招要闪。哎，我的 Q 只会在我身边哎。就是我按 Q 范围。哦，真的、哦，就是到时候雷兹有装之后，就用连魂键盘就。连魂键盘是什么？用连魂键盘。对，就是全部一直按。就一直按同一颗就好了。没有，交换按，哪一颗亮就按哪一颗。哦。你要是短击力啊，可以丢啊，他开放一个技能，另外其他技能 CD 就会缩短。啊，我们阿里锲而不舍，所以他有第二座塔。好厉害啊！不会做动。干、欸，这次我真的没跳嘛，没跳 Q 级。这个要时间。那如果觉得这个很那个，你就一开始就玩辅助，可是我觉得应该不太适合。都没捡到。这个游戏至少只要捡地方的尾刀就好了，别的像一些别的 Dota game 还要捡我们自己小兵的。啊！我被禁锢了，操你妹！好，是个艾希。猫头你怎么也跑了？他现在满血，所以他就一直冲过来。所以把他拉到我们塔的地方是这样吗？那么你魔是满的，就尽量丢技能了。哦，好啊。因为我不会放啊，就按点
点技能点怪 Q， 结果还是猫都杀了他。你可以放招啊，你没有刚刚没有放招。我不会。那些 Q 什么的都点。他要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才可以放招，是不是？嗯，对，他在范，然后有那个范围嘛。哦，所以提示，射程小提示。所以我要在他要在圈圈里面，我才会对他造成攻击。哦，他的帐，他的睡袋好烦哦，睡袋有点碍眼。他大觉得大大魔，你说他的 R 吗？没有，随便讲讲。好，哦，他的这有禁锢哦，干你娘，干你娘，干你娘，我被禁锢了，靠波靠波 ，Let's go。我没魔了，快溜。我在点招啊，这边。接回好慢哦！你刚刚那个角色跟这个角色不能比啊！哦，好不，你就知道刚刚那个角色回的快了吧？蛮快的，我一直都维持在满血状态。你还可以一边做别的事情，你可以带着常常在草丛里面看电视，不知道在做什么。哎，你要退哦，你会退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在退了。哎、欸，你怎么看得到我的血量？点你就看得到了。哦、oh。我怎么办？我要先回家吗？我觉得血回好慢哦。回家了。回家了。你没有理你这种。为什么就要回家？你不能等，因为。我蛮笨的，很可惜。因为他是近距离放招，然后我每次都点不到我的那个距离，我操！我要买什么呢？女神之泪。没有，好吧。哎，我有，我可以买小双的。对，买小双的。有，那有，那我都买了。出门。下路吗？算了。他这个有传送吗？你要光几几台位吧？好哦。上路这样快死掉了。压血流。蚊子出现了哦，蚊子！等等，我来了！啊，不小心被我捡到！煞气的 Simon 来了！我先打小兵。喂，没捡到，没捡到。小兵也没有关系啊。Q。你要就是基本上装备在跟回魔嘛，所以你 Q 小兵也 OK 啦，就是不要，反正魔满都浪费嘛。等一下，我所以我放招应该是点招式，然后再按人嘛，按那个人嘛，是这样吗？对啊。他都不放啊。现在没有人啊。有啦有啦，你放了啊。哦，是第一次的 Q， 是左键啊，左键才会放招，右键不会放招。这招都不用瞄准的啊。啊？你说他的招式吗？火箭呐、啊，正正玩啊，正正玩、啊。魔箭是谁？火箭呐、啊，要是玩的是啊。哦。他就一招抓人，其他都不用点到人了、啊，也不用点到目标了。破甲箭！我操你妹！煞气史盖勒已经暴走啦！
那我输个叠刀了。干，我连小兵一个 Q 小兵都干不掉。你那只脚是要撑魔的最大量啊，你魔越多 Q 越痛。哦，是哦。按摩好少 Q 不痛。哦，要被禁锢了，操操操操！哎呦！快跑快跑！我需要回家吗？我回家好了。你说回家可以干嘛？我看一下。撑。存到足够的钱再回家了。好，撑魔的最大量，所以应该是女神之类嘛。没有没有，你买不起那个。买得起啊！我有1376块。可是我身上已经有一颗女神之泪了、欸，有一个就好啊，为什么要两个？不是女神头，它可以折上去就好。你可以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用蓝宝折上去的道具啊。你可以买时光之杖吧。对，时光之杖，所以我要先买下面的东西嘛，对不对？对。好。然后。好，没钱了 ，OK， 出门。出门，我发现我不会用法师哎、欸。其实应该是什么都不会用。干，小兵在拆我的塔。来了来了，放下哦。用的很开心啊。我要练习如何 Q。哦，因为 QCD 比较短吗？还是怎么样 ？QCD 很短，而且放 Q 可以再减其他技能的那个冷却时间啊。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Q 加一，再 Q 加 R， 加 Q 再加 Q。哇，他那个大炮好痛哦！啊！我打无啦，伤远啊！我回家。大家了。好烦哦！看到 Simon 在弹塔，好可怕！现在刚好在塔下面爬。出发。嗨，慢走。我的恋人，你来了。我写满了，我准备出发了。编得不错。我要练习 Q 小怪，顺便阿他妈妈。小怪妈妈会生气哦。再问候他的老爸。煞气史盖勒已经接近我的境界了。变笨蛋了吗？哦不。雷西，我要 Q 你。雷西，有啊，艾希。雷西，哦，我知道了。好，我的恋人，我的恋人，哦，弹起逃走。哎呦，有，我在用，没有用到，我操你妈！艾希卖照，啊，被捡走了。算了，反正我也打不到。我升级了，弹跳球，哦，这颗不错哦，啊，不错，我的啊，不错。什么叫一起放？先 Q， 然后再用弹跳球，然后再 Q，
然后再就是 Q， 可能 QW、QE 之类的，像这种顺序啦。哦，对对对，好，我来试试看。Q W Q Q E， 等一下三个我有一个。Q Q W， 你知道你不是你那个进步那招，应该是先可以把它关起来，之后然后再进步是 W。W。哎、欸，可是为什么 W 不能按呢、啊？什么？你有范围之后你要点它。哦，我还没有学习它。我没有学习他，自学施法。Legend Theory， 智障施法。啊，你还没准备好那些靠背。哦，塔爆了。中路啊。你们要吃毒气？他可以干嘛？谁一直标记我？一个包夹。哎呀，小九尾刀失败。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包夹，包夹小怪。包来包去。哦。哎，我的 Q 不能拆塔、哦。哎、欸，我被禁锢了，是小怪吗？不，是。哎、欸，我被他打了。回家。哈哈，他还没死了。啊，死了。你死了。不是我。来了。哎、欸，我可以买那个了。应该钱包够不够？够哎、欸。哎、欸，我有时光之障了。Thank you。好，出门。No。盾号魔王是妖狐。对啊，我也要。看谁就换。啊、哦，不行，我没换。我的鞋子很低的。哎、欸，嘲讽我是猪吗？哎呀！有人在拆我们的塔、啊。哎、欸，三本出了时光之障，这时光之障也不错、欸啊。这个啊，但是他要出的。蛮适合这个角色的。对。这谁打人这么痛？哎、欸，我有禁锢了。等一下啦，我要先跑妹。一了，一了，一了。金道，金道。对，哎、欸，没有，他们不是有在打你，你就退一点。有、哦。QIC，QIC， 然后再退。QIC。那是一啊。他刚才遇到爱。干。金教，金教。救他，救他，他在跑了。我也来了。对对对，救他，不要。快快干，妹夫。那还有什么要买？虚空之杖吗？这是一只蟾蜍。重击奖励会得到盔甲，剧组盔甲。九具盔甲，我听错吗？什
所以有那种活动啊？没有，就是你可以送朋友，就是随机礼物，然后1145那个币吧，然后他的那个造型就是随机的，就是你有的角色随机会得到一个造型的。哦，蛮大方的。可是就就是看运气的，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会，就有人会抽到那种比较贵的造型啊，就很赚。造型也可以用抽的、哦。哎、欸，这里怎么那么多人啊？没运到，我有看到、哦。还杀这个狼人，看起来是有杀好几只了。哎、欸，我们做好魔王，别怕他，我来了。我打了一只蟾蜍，可是他是可以干嘛的？他去我们家了吗？哎、欸，没有人，没有。真的，我们穿梭了，沙琪猫都终于穿梭了。沙琪觉得很屁。该乐终于穿梭了。哎、欸，为什么我们家的小兵都不见了？出现了，我还是搞不懂我 R 是要干嘛的。你 R 就是开了以后，你的攻击技能会回血。对啊，就是反正就是，你有关到人的时候，你就全部招式都一直放。也没有啊，你就是要抓那个距离，够你丢所有技能的时候 ，R 然后 Q 再关，然后再 Q， 然后再换 W 再 Q。哦。就是一次 Q 到饱的这个态度。所以我就是你说我 R 打开先 Q 先把人禁锢住然后就开 R 这样子吗？就没有啊，你就尽量丢啊，因为稍微吃一点经验跟手速。哦、oh, OK 好，可是我好像没办法拆塔哎、欸，可以，我也可以用普攻拆塔。现在这个叠刀呢，已经叠满了，小卷叠刀已经满了，叠到天际。叠刀是什么？哦、oh. ，毫无功能就是个嘲讽道具，也没什么没功能。有啊，前期换攻击的暴击率暴增。干干我？怎么又死了？禁锢这一招有必要点高吗？要啊，要啊，要啊！哦，还有持续时。后面啊，你 Q 一定先满啊。哦。对。对啊，这场打完啊，米加勒，这场快结束啦。因为也真的也是比较晚的啦。想休息的就去休息，我们这场快打完了，是吧？快打完了吧？差不多。剩两座塔，三座塔吗？哇，猫刀的尾都好准啊！超准的，我这种超准的，你能放什么鬼都超准。
因为是指向性的吗？对啊，然后再有指向性都还蛮我不知道哎、欸。你知道没有成功的关照的感觉。然后我的猎人掰了，他被塔他被塔靠爆了。别怕，我等一下就回来。我血有点少。我在我旁边站了一具躺了一具雷兹的尸体。对，因此我决定后退。那是永平的吗？有飞有有。干！啊啊啊！背护背护！哎呦，快点！哎呦，他打你好痛、哦。超痛，痛炸了。你有没有什么鬼铺还是什么可以开？快跑！没有那种东西。都没有，好吧，哥哥来帮你报仇。上。杀吧他！是个小龙，这个应该没办法吧？应该可以吧？350的攻击力，哎、欸，好像可以。对他，管控制下他。鬼步，你说一代的？对，二代也是、啊。我没有玩过二代、啊。治愈鬼步是什么？是啊，音效都很夸张、啊，豪放爽朗的那种音效呀。豪放爽朗是。哎、欸，他没有推荐我买鬼步啊。鬼步不用买啊。鬼步是技能啊。对，它是技能，它是免费送你的。就是你可以选择携带的啊。哦，有。不受阻碍，在目标间自由移动。也没得选啊。就是低嘛。它会随等级的增加，然后增加你的值。哦，鬼步是怎样？我被禁锢的时候，我就可以开，是这样吗？不是，就只是走路有一段时间走路变得比较快。哦。治愈是回复30225255。B 是回城。哦。剩几座塔？两座。哎，我的尸体还在，还是这是新的？还是这是对面的嘞？这对面的啊。你们在走的是对面的、啊。这很容易搞混。你可以跟他合照一下。跟他合照。耶。剩一座塔，对不对？对，要没了。我要拆主塔。出来啊，混蛋！塔爆了！他有跟你讲话，但他那个电脑都会有那个台词，很有趣。耶，胜利！搞定了，等级二嘞。有多一些些，因为有时候太混乱，其实或太多资讯，你反而你也需要什么东西，你就慢慢一些资讯进来就比较快。哇，雷兹好久没玩了。好了，这个第一次混乱的直播也算是告一个段落了，然后。是的。对，那不会啦。
我的你小念卓是我的恋人，对不对？还是顿点魔王，随便啦，反正都 OK 啦，都 OK 啦。那好玩比较重要哦，好玩比较重要，不辛苦，米迦勒也谢谢你，到哪都看得到你哦。那其他人也是一样，也是希望大家接下来还是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直播，有空就来看，没空也要播空来看，请假来看，翘课来看，知道吗？哦，你们的就翘课，知道吗？你们的，人家说你的雷文好厉害。哦，小卷跟兜里是真的都在撸这块，真的都很擅长。那 Simon 我还是觉得脑细胞会死很多，反正我就慢慢再练习吧，对啊，好不好？好啦，谢谢大家，感恩。那我最后再开启大家的视讯，让你们看一下，兜里开一下视讯吧。我现在没有吗？对，你现在是没有视讯的哦。只有小卷的巨脸。巨脸。对。好啦，大家就先拜拜咯，晚安，拜拜。太巨了，太巨了，太巨了，看不清我阁下。虽然我直播人都很少，对。好啦，拜拜，拜拜，拜拜。